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是可以变形的，你看。啊，这么厉害？对。啊，这个很简单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做人了。这是什么做的？叔，这个抽烟的烟斗吗？啊，可以抽烟，也可以拿来喝奶茶。哦，对，它是等于是个这个可以地上捡烟头抽啊，是挺这样卫生一点。哇，这个做的好诡异啊！这个是一整木挖的一个佛手托盘啊，放东西的托盘。看一下这个，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一把伞，转一下打开，其实是一个扇子，非常的方便。好多人在评论区说我这个杯子太贵了，你看这个竹丝头发这么细的，看一下，好多人都说像个工艺品一样，特别漂亮。要是拿来送人的话，人家会记你一辈子的。这个100块钱都不到的小架子，好多喝茶的粉丝都特别喜欢。无论你喝什么茶啊，你家里的茶壶杯子肯定比较多，没地方放，庙会显得很乱。你看这个跟胡桃木一样，苦香苦涩的茶壶杯子，往这上面放养会很有层次感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乱了，而且的话呢，更整洁哈。你看这个是打了榫卯的，用多久它都不会坏。高山南卓的材质，100块钱都不到，